这个凭证在美国这块儿啊，美国的中间银行做担保，现在官方是大概2000多亿，但事实上绝对是超过这数很多很多。但是中美，昨天你看到七哥说完中石化、中石油啊，还有什么啊，是几家都马上脱钩中概股，那存托凭证你得把钱得还给人家，你还给以后，这个钱里边有很多问题呀，啊，出问题了。这个东西最怕跟什么呢？就是你滚雪球，你滚就怕你停下来。它现在滚着滚着，叭停下来了。这个滚着滚着雪球，它已经不滚雪球了，它滚屎球，中间滚了一堆屎。大家还知道啊，这雪球越滚越大，这就叫庞氏骗局的最新玩法，叫华尔街，叫做金融杠杆。啊，滚雪球，滚着滚着滚屎球了，滚着滚着屎球，又遇到一个更邪恶的中国共产党。高艳艳、王岐山、海航，是吧？马云、马化腾，是吧？马明哲，我操，陆金所来了，给你玩啥呀？已经不是滚屎球了，直接给你滚的炸弹啊，里边全是炸药，知道了吗？给你滚炸球，这个时候别停，还滚。这时候最怕什么呀？就怕滚着滚着中间有个东西突然出一块石头，邦击给炸了，就完了。因为这个中间不能有人说实话，说哎，这个是屎，雪球是屎，雪球里边是炸弹啊。更可怕的，碰见一火山，是吧？这火球滚着滚着碰一火山怎么办呢？这火山是什么？像香港，像啊 UAE 啊，像沙特啊，像日本啊，给你美元脱钩。不仅是香港完了。他点着了一把火，香港这一把火就把这个屎球、雪球，咚就给点燃了。